你知道什么是青纱帐吗？你干嘛去？去网红打卡地拍照啊？什么打卡地啊？就这个地方，很好看，很出片。这种地方人迹罕至，很不安全。之前新闻上都说了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不会有问题的。网上有约拍，我们好几个人一起。可是，哎呀，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。嗨，你是网上约拍的摄影师吗？哦，你是网上约拍的女生是吧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在那边。你干什么？我们拍点别的呗。人安危险，却不知如此。或许是深夜的建筑工地。最近公司附近干线楼，大家穿上补水带，身上结疤一下，绕着工地。哎，我看咱老板就是有危害妄想症。就是，人品差。甚至是人生鼎沸的学校。哎，小文，你去哪呀？我是学校那边建筑工地发下来的证。你没听说过保研山吗？这妈的挺有名的。总是追得紧，而且是光明白日的，没有关系。你好，我是学校建筑系的学生，能不能麻烦您帮我锁一下交通证？你想我怎么帮你？你